间咖啡 Pascucci 呢，就在 downtown 的米兰，是威尼斯的那个 roaster 哈、哦、Federico 介绍的，非常好的一间店，我很建议。里面有很多种不同的咖啡的选择，我试了他的 cappuccino， 非常的绵密。唯一的缺点就是它只有咖啡的苦味，但是那个 milk 呢非常的绵密，好、哦，那它没有多酸味，所以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复杂性。它用的是它自己 roast 的 bean 是 organic 的，好、哦、有机的，然后里面也可以喝，他们的冷，冰滴，也有它的这个他们各种的，还有手冲也都有，好、哦、啊，里面的店员都非常的 nice， 很 friendly， 价格也很亲民。我点了两个 cappuccino 也才3块钱，所以在downtown米兰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这一间在 Vista Darsena 的一间算是咖啡，也可以喝吃一些简餐、喝一些饮料的地方，它就位于这一条河的周围，好，然后算是一个蛮 relax 的地方，在米兰的市中心，算是如果你想要有一些比较 relax 的看起来河。这个河的话，可以在这边来用餐，然后顺便喝一下它的咖啡。它的 espresso 跟 cappuccino 都还算是不错的，还是可以接受的。这一间叫 TC Porto， 跟刚才那一间大概离个500米左右，同样在这个河上，只是这一间的装潢比较好，而且也有一些简单的简餐，也可以喝一些调酒哈、哦、，Martini， 就是一些比较简单的这个餐点，好、哦，那也是一个蛮 relax 的地方。那一间 TC 呢 ，Porto， 我在它的对面，它这个对面就是一个绿色建筑物，它其实只有前面那一段，其他后面那一段呢，全部都是一些像超单就是。一间一间的超级市场，哦，有的卖水果的，卖肉的，好、哦，然后杂货的都有，还算是一个不错逛的地方。
Armani 的咖啡店呢，它就在刚才那个车站的外面，哦，里面还算是蛮 fashion